嘿，老铁们，6000多万新币的房产，我们来瞧瞧它长得怎么样。新加坡传统黄金地段乌节路，永久地契3层顶层豪华公寓，这里不仅是你的住所，更是一场奢华加个性化的生活盛宴。这不是普通的豪宅，我们要从上层往下看。登上顶层，你可以360度无死角俯瞰整个新加坡城市美景，乌节路 CBD、 金山、东海岸海景、西海岸海景、五级芝麻山等等，全部在你眼底。在这里还可以栽种植物，或者摆上舒适的户外家具，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美好时光。还有大泳池，是你开趴的理想场所。这里是你社交总部，是和国际名流一起指点江山的地方。去到2楼，这不是毛坯房吗？错，业主个性化定制的财箱。2部私人电梯，整层都是你家，可以自定不同的布局。一边是主人房，比一般普通3房公寓还要大，你可以在里面玩的马拉松。另一边则是卧房区，要睡多大面积随你喜欢。1楼是生活区，一半是客厅，另一半是饭厅与厨房，每天都是你的社交盛宴。豪宅生活不仅仅是舒适，更是与朋友分享欢笑和美好的时光。这里还备有4个 VIP 指定车位，就像是为你的豪车准备的 VIP 停车场。黄金地段，永久地契，无敌360度景观，再加上完美的社交空间和贵族名流一起改变世界的机会，你心动了吗？点赞收藏，别忘了留言，让我们一起聊聊你梦寐以求的居所。